手提货车运输车。这个运输车里面运输的都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呢是可以手提的哦。那我们来看一看里面吧。这个呢是侧面的一个透明的飞翼门，我们来打开。飞翼门很紧哦，这样里面的货才不容易脱落出来。运输的都是什么车子呢？打开看看这个，哇，原来是积木拼装的工程车。这是一辆挖掘机工程车。再来看看这一辆是什么车子呢？铲车。也是积木拼装的玩具车。这里呢还有一辆土方车。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侧，开飞翼门，这有一个车子，哇，要露出来咯。先看一看这个急着出来的一辆是什么车呢？这是一辆什么车呀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这是一辆平板托运车，只是它的平板呢没有和它在一起运输过来，平板是下一次运输。这上面一个呢是迷你挖掘机。再来看一看这里还有一辆黄色的小轿车，下面一辆呢是红色的小轿车，再来一辆蓝色的和绿色的。打开手提货运玩具车，这是里面呢我们找到的，有小轿车，有工程车，有你。